不容易给他吹倒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后来很多做招牌帆布大帆布的那个厂商就学他，就把帆布开很多洞，有没有？让风可以穿过去这样子哈。所以很多植物它都有它聪明的地方了哈。好，在那一片它叫什么水果？芭蕉。芭蕉哈，来那。